大家对于孩子们的一个这个无私无我的一个这个关怀啊，让孩子快乐学习、快乐成长，也是我们彰化地区非常这个多人想要进来的一个学校啊。那这个校长跟老师们有鉴于我们的一个这个学校周遭的一个步道啊，以及我们的怎么样让我们乡亲民众能够跟学校更亲近哦，所以有提了一个案。那特别谢谢我们副议长啊全力的一个支持，谢谢议员对预算的一个这个支持哦。那我们呢会尽速的把这个该整理的这个学校的通行步道，以及我们自己校园里面的一个这个整理的部分哦，一并利用这400万的经费把它整理起来哦，让这个我们的乡亲能够更透过我们学校的一个环状的一个步道，能够达到我们这个健身的一个这个状况，那也让我们一些脏乱点包括有一些地区常常会被人家丢针头干嘛的，让它更加的一个亮丽，那也确保我们学生的安全，我们的整体的校园的一个这个安全状况。会遐算较暗，啊，真侪一寡吼，一寡有无无拢会秘伫遐创啥，做足规矩，啊，对咱的小朋友嘛足危险。哎，即道来拍通作个反应，作我个馆长反应，馆长非常重视，非常关心，啊，今仔全程过来了解即个情形。因即道拍通会在咱后站三四街吼，啊，甲咱上到这家吼，你毋免出去足方便的，吼，啊，所以因为还佫又近，伊个囡仔读册嘛较方便，你要拍通咱要出入，吼，不。停啊！直接吼，为交通交通顺着进马路，所以非常方便。啊，所以馆长啊，真如常，所以非常感谢馆长啦，吼，啊，感谢，谢谢。要是我们平常这个是。